問下咧，主席啊，鄭四哥咧係唔係年紀最大嘅候選影帝？你嘅印象中？谢贤先生是不是年纪最大的候选人？我要查才知道哦。我现在回答不出来，但是他不是最大，也前三名了吧？我估计应该是前列分子了啊。即系但你唔方便睇好边个啊？系咪边个入？我是每年都有人问我，但是我因为主席身份，其实对我们这个投票啊，选出来我金像奖里面所有的董事都没有任何影响力。去改变那个结果的。那现在我们是，我希望在我任内可以超过2000位选民嘛，那没有人能左右的。但我就主席一说的话，在这个阶段还没投票，不要造成一个误会，好像我带领这个风向一样，你知道，所以我基本上我就不去预测。但大部分都是我心目中的啊，就有几位我认为他在某些奖有提名，但某些奖没有，你知道。对我来说有一点点意料之外啊，但是电影很难说的，因为每个观众看的口味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要少数服从多数吧。